一般来说，如果咱们大耳朵可以瞧到蟹的话，可以干很多事情。好了，这回中蟹肯定是我先抢到的。两个一技能，一波兵线收走，然后咱们中路的杰尼龟不抢了。看看对面的公本是南开还是红开，他要是南开的话就好办了，三只猪打了还是一只，紧接着这只猪就不打了。咱们来打红 buff， 时间肯定是够的，除非对面打野打完南 buff 立马来打红的。哎，哥们，你别看我这里，哎，他真没看这个蠢货。哥们，别看我这里，别看我这里。哎呦，好，好。然后中线来呢，这个时候把中线给打野，那我干什么呢？我来这里等着，等谁？要么等上路的经纪人，要么等对面的打野。对面打野红区只剩这只鸡了，他等下要来打这只鸡。等他打完这只鸡的时候，没四级，四级不了怎么办？要来打这只杰尼龟。嘿嘿嘿。收走一个，经纪人还送一只乌龟给我，不得不说你还是对我很好的呀。然后先不急，因为经纪人被压了一波兵线，他现在是四级不了的，所以我可以来中路把我的线吃了。兵线没压我四级，但是经纪人被压了一波兵线，他现在还没有四级啊，等我。好的，哦哟，别急，先出来，大招，拜拜。不急着走，耶，我假装走了，来这里，不对，这里有波兵线，对面哥哥可能有我的视野，我得先走。我这里假装走了，我又回来，不用担心，应该要来了。哎嘿嘿，还把一技能给用了，你在那里想什么小东西啊？不对，这蓝区好像不能走了。大哥，别抓我，别抓我，不是踢他，踢呀、啊！哎，踢到了，很好。大哥，你在搞什么？完了，你把我害死了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哎，别了。哎呦，快走快走快走，你上路我不来了，我去下路了。小日本你想干什么？日本脚下没有红 buff， 他等下要去红区啊，这东西不会蹲我吧，应该往上走了。等一等，找机会，不要太过于莽撞。红区这里啊，我们变四个，对面四个肯定是要打起来的，咱们血量有点不太健康，不能够往前冲。哎呦，碰到了，哎呦，被这宫本武藏给跑了，但是收了个瑶瑶。你好，不打了不打了，捡到了便宜就走。这下上路啊已经彻底打出优势来了，去下路。再加上晶晶现在我去针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了，所以肯定得来下路的，对吧？不过下路是个马可波罗，有点难打，又带进化又有点段位移的。不急，我就在这里等着，等下兵线要来了，我就不信你不来了。哎呦，拜拜。马可波罗没进化，这东西还有个摇摇，宫本也没打很好，这波团战一定要打，对面所有关键技能都没了。你看看你看什么，这个法师、啊、叫啥名字来着，他应该是没了的。我来绕一下，等等看看看什么样子，这宫本我能打。哎呦，他跑掉了，没办法。哎呦，好，接下来看我操作了。现在咱们注意好已经没了的马可波罗，他还有十几秒复活，对面有我的视野，看到没？所以我先假装走，然后再回头，在对面的视野里面，他们以为我往中路走了，但实际上我在视野消失的那一瞬间，哎，回头了，呵呵，嗯，来了。这东西大招没有，进化也没有，你一个二技能，你能奈我何？哎，还能让你给跑呢？你在想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拜拜！啊哈，别打哥。这打野你要是不把他给杀了，算了，也用不着你了。接着去下路找机会，上路晶晶现在这个样子是不可能再给机会给我的，因为我打不死他。哟，你还敢来反野，你胆子好大呀。菲菲，喷他喷他，喷得好。不对吧，这都没死啊。哟，哎呦，咱们现在是个小强势期啊，这波团战不出意外又是赢的。他们家的人都比较的灵活，我不是特别的好多，蹲不死倒不说，没准还会被反杀，所以其实我还是比较难打的。注意马可波罗，这东西可能要大过来，他知道我没技能的。我有办法蹲那个波罗，这东西现在还在二塔，哎，还在前面清兵，嘿嘿，哎，你来，三二一，哦，哦呦呦呦呦呦呦呦，没事，差一点点，看我的，一技能好了，哎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，不要追了。往下走，打野大哥应该是没了，对面有人去支援了，完了，不能往前走了，我得在这里等着。哟，
蹲到了一个，快走，马可波罗要开大，幸好我走得快，中路有限，快去推他。好，孺子可教也，有你这个样子的射手，我就不怕等下推水晶的时候没人推塔了。好小东西，你还敢一个人带线，我来蹲你呢。草你应该没人吧？没人。哦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不是吧，大哥？哎呀！注意啊，马可波罗，我跟射手站一起，他要来了。哎呦，敢来，我让你来。这程咬金肯定要来追我。哎呦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！小东西啊，想绕农坑追我，对吧？我回头。哎呀，就你这250的智商，你凭什么追我呀？我回来打团了，小东西，你在那里带线带什么线啊？这程咬金啊！哎呦，好的。房里可能有人，有没有人？公本，公本，你在想什么？不要试图蹲我，你们几个。还有上路有个法师可能会蹲我，在这里吧？不在，那就是在前面这个草。哎呦，人呢？坏了啊！小东西，你上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我打不打你？哎呦，哎呦！没关系啊，一个啊，我们五打四啊，我中路推。完了，宫本来了，大招免控。喂，现在五打三了，给我推塔。能推塔还有个兵，这个射手我相信你啊，就凭刚刚你能跟我一起偷塔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很踏实的人。给我过来叠塔。哎呦。这个射手孺子可教也，今后你必成大事，我说的。